做蛋仔派对，我又输了。欠我的盲盒呢？买吧，我能不能五局三胜？那我有什么好处呀？这次我要输了，我就给他买十个皮肤。成交，姐给你来个巨无霸。国宝熊猫一登场，那是帅气逼人啊！他断了，我的机会来了。今天咱可是有叠加 buff 加身，今天是甲龙经济和碎碎脑袋的 PK。虽然断臂已无法补救，但是咱们碎碎身残志坚，依然要光鲜亮丽的出战。有黑眼圈也别慌，青春仗剑走天涯，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。我做好了，你这么快？我倒是想继续画呀，下半身你们自行脑补啊。今天竟然是我主场，咱可不能放平躺赢，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。美女得精致到脚趾甲，再给他安排三个小伙伴陪他一起摇摆。自嗨的甲龙晶晶打败断臂碎碎不是梦，你们喜欢哪个？一号小圆，二号大圆，选谁留言哦。